告水的要求，银白世界要求够够水，所以讲无甜无油，安尼你会甘要困？你去当下看只水，他说你河湾山呐、啊，不管安尼吼，尘土飞扬，等下规半波看起死，看无啊？你再来翕一个到底，你无气势啊？开玩笑哎、欸，你是咧？开玩笑，你丢狗啊？丢狗。查某的，当天当天查某的。丢狗后来讲吼，你吃瓜皮。这个就是树冰啦，这个树冰啦。这样哦、喔，大风雪过了，然后经过了雨过天晴。日头出来，才有遮水呢。哎呀，啊，啊，拢白刷刷的嘛。就要帮溜溜。照相。有啦，看到了，在休息。啊，都在那个推的 QK 在休息，有噶。嗨。好啦。出去讲去。哦。没办法。那我出去讲，你不要进来。我上去。我讲了，我讲贵奶我，说中国人呢，叫相夫界哈，好像是看着这样像男人的附属，所以贵奶我的感情世界，啊，让日本女孩子一样没有提升。然后过年过节，我们三我这三乡村，我们。我们昨天不是有去拜拜吗？人家拜拜有没有？拜拜。以前日本女孩子不能去拜拜，你只能在那个鸟居后面，男人进去拜，你外面等我。到现在也有，日本一个叫大丰寺、石垂山，一样女孩子不敢去。从此女人禁戒，未嫁开戏女孩子不可以进去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女孩子会生小孩嘛，对不对啊？那有时候每个月来一次啊，她觉得这个是啊，对对对对，啊，所以，女孩子不能做几件事，一个就是结了婚不要工作，第二个，单身不要随便住饭店，第三个，不要踩到相夫那个地方去，第四个，不能进庙里面随便拜拜，还要经过神职人员同意。还去问，打电话去问，我是不是可以去那边呢、啊？去拜拜啊！很多庙不准你进来啊。啊，上这个去年播一个新闻，相夫如果得到官爵了，要代理他的子弟，要下乡巡夜。什么叫下乡巡夜？就是要去义演。义演，那义演完要颁奖，结果呢？在哪里呢？在京都北边有个地方叫五鹤埋子鲁，表演完以后颁奖给他，他站在讲台上准备颁奖，突然间脑溢血倒下去，现场呢一阵惊叫，这个侍卫就讲有没有医生赶快来啊，压一片压血无数，最后一个从后台一个女护士拿着皮箱冲上讲台急救，这个时候司仪说请这位女护士马上离开我们图表，现在是人命，人命重要还是传统重要？当然这个女护士既然上去，南丁格尔的精神呢不能忘记，所以呢把她紧急的救护，最后悄然下台，现场一片哗然，大家不敢高声批判，只能低声呢，那这么抱怨，奇怪，我们的相夫怎么这么神经病？啊，女孩子不能上去，啊，结果经过了三四个月，五二市长就是半边嘛，后来重建，他就规定。以后我们五二四女孩子可以当相夫，所以现在全国女孩子想做相夫了，全部集中了京都的相夫去，现在就有流派分立了。
也一号坑。哦，是是是。好棒哦，好棒哦，给你们照相哦。Oh my god！ 去放牛了。放牛跟照相啊。好，我们今后多等。